再找那个牙线，哎、欸，牙线，哎、欸，牙线，你可不可以拍着自己啊？不可以。我干嘛看着你的黑色帽子？那就看一下吧。不是不是，你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你？不可以。我很久没见到你了，让我看一下。你先唱一下那个钻石，然后呢，我就是会在钻石那的时候一个出现。来吧，来吧。傻小了。来吧来吧，就是那个船的那个钻石，然后我就会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出现，好吗？开始吧。靠北哦，等一下，我不想要再叫你牙线，我可以怎么叫你？叫我好人。除了好人，你有没有什么？我没有啊，我又不是主播，哪来的网名啊？那你朋友怎么叫你？我没有朋友，其实。那还是我说叫你牙线。不行，你不能叫我好人吗？我要重新树立一个形象了，行不行？不行不行，好人听起来就很没特色啊。好人听起来怎么会没特色？那我叫亚洲好人，可以了吧？不行。那你取一个吧，那我就叫做面家军。牙线就好了。不，牙线蛮好听的啊。行行行，随便你吧，反正就不是你上次就拿个牙线啊。那你把它摘了，我重新树立一个形象，好吧？可以吗？可以吗？可以。还是今天要继续用一下。好，那钻石开始吧，不然等一下又掉了。那你先让我看一下。好了。不是，帽子可不可以摘掉啊？不可以，就这样吧。不是，为什么你要搞得自己那么神秘呢？因为就是，别管，谢谢。啊，你真的要听啊？嗯。很刺激的哎。对啊。你喜欢吃鸡的？嗯，你喜欢吃鸡的？快点！对不起，赶紧吧。好、啊，我先学习一下，我先跟唱。耶！耶！好了。Yes sir！ 好土啊！你能不能不要拖了？耶、yeah. ！从头到脚无所不可切角，都跟面向面面俱的。钻石真的很抱歉，其实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怎样？但是我今天有点不想说了。就是呢，我不是跟你连完，然后我告诉你我梦到你了吗？对啊。然后呢，我第二天我就抓紧随便找了一个 beat， 我就在里面写了一点歌，然后是用你的这个就是有构建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呢，我就一个小灵感，我想给你表演一下。不是啊，你讲真的还假的啦？真的，但是我是 remix， 就是我不是全部自己写的，就一小段而已。然后呢，我有 remix 别的歌词进去这样子，但是 beat 是就是我随便找了一个。好，你要听吗？好，我听一下，我听一下。别管，别看，我要这样放着唱。不行，这样听不见我的声音了。好，准备。我穿过暴风般的掌声向你街区狂奔，司机麻烦再快点，穿绿灯没变黄灯。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感觉却不陌生。路灯下面拥抱的男女就像我们。 Love is 火 Can you and me 像锁针，靠住我抱紧我 wanna be your girl。 反正我朋友对我说要小心这段关系，但爱你是 plan A， 我没有准备 plan B。 Beat goes on， 我不再说谎，在每次许愿之前先把眼睛合上，把心给 open。 在这个 moment， 我看你第一眼的感觉就像是 offer， 你问我为什么会这么干， cause you are my man。 我曾经害怕这段关系，这次不再多傻，我给你唱为你写的歌， I know you like that。 原谅我短时间的离开，但是 I'll be right back。 Boy
为你迷失自己 ，Yeah boy， 怪我没有自信 ，Yeah boy， 请别再在意 ，Yeah boy，Let me be your shawty boy， 为你迷失自己 ，Yeah boy， 怪我没有自信 ，Yeah boy， 啊，别再在意 ，Yeah boy，Let me be your shawty。爱情不是游戏，别在乎输赢。为了你，我愿意断了所有关系。对我而言，你不再是多余。别再隐瞒你对我的爱意，没有关系，我不会再伤心。每个 melody 都是我在想你。当你看着我的瞬间，我也在看你。没了，评价一下吧。靠，你这段歌词写了多久啊？我就写了中间那一段啊。前面的又不是我的歌，前面的是马思唯的歌词，就那一小段是我写的了。那好，那你把你写的那段再唱一次可以吗？不可以，因为有些东西就是它只能有一次，你知道的，很害羞，就是不会再唱不出来第二次，因为第一次的感觉是最青涩的一些颤抖，第二次就很像在表演节目，就是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吗？那怎么办？有时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我没有想到我竟然可以在欧米 TV 上面遇到就跟我一样那么喜欢说唱的音乐的。好吧，那现在换你为我唱一首，唱一首甜一点的，谢谢，因为我现在需要一个治愈，快点吧，接下来是你的时刻了，谢谢谢谢。就是那种可以治愈我的伤痛的那种。我送你一首我偶像求婚的歌。那偶像是谁？不会是这个又是什么娄俊硕吧？对啊，他求婚唱的什么？你先说一下。不是，就是他自己写了一首歌送给他的老婆这样。好的，那你要送给你的老婆是吗 ？OK， 期待了，谢谢谢谢，来吧，开始吧。我快被你打败了。怎么可能呢？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啊，反正。好，那你唱吧。认真好吗？不要就是不要做效果那种唱，认真。2555天，我是真的无悔无怨，平行线焦点到无限。2555天 ，Yeah， from the top forever， 把你捧在手心是我的职责。From the top forever， 能与你分享的梦想才值得。From the top forever， 此刻就是永恒，就是永恒 ，Yeah forever。From the top forever，Yeah， 就是喜欢你的不完美。不知天是模样和心中的魔鬼，云川之手那就不算罪，去双周头上惩罚是下半辈子。 I don't know why 在你身边像只小孩，欲去欲求上辈子肯定有小三拜拜，人生黑白 till you came into my life， save my life。好好听啊！还有，好吧，后面才是关键。好的。不会被熄灭，永不会被熄灭。I make you feel the same。为什么最后那里破音了 ？Feel the same。为什么最后那里破音了？我请问呢？我本来已经是一个很投入。不是，这是为什么呢？就今天嗓子状况不太好。为什么？前面给几个人唱了？啊？前面是给多少人唱了？所以嗓子状态不太好。没有我这首歌吗？啊、这首歌真的只有对你唱歌而已。真的吗？嗯。可以相信吗？哎，这真的是讲真的哎。你截屏给我看，你的观众们是不是这样说的？他们肯定是说又在连子来，不是在罗安主播骗人。哎，没有、哦，这首歌真的。如果是这首歌的话，是真的。好，真啊，现在好有点害羞，
因为我刚前面唱的真的很好。我真的要去吗？我真的有点想去了、欸，真的有点想去、欸。他好像要我睡他家里、欸。